龟。撤退之术。哈特利。其他组也不会帮忙抽一下，没关系。待会我拿到这个弓的时候，你们就完了。弓怎么玩啊？嗯，感觉弓我是在靠感觉玩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有时候很准，有时候很胖。我拿弓都射不到人。刚刚终于有打一波打起来的感觉，把那个生命线秒掉是关键。就又输了，干，又挂了。欸，你觉得我有钻石的实力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钻石实力吗？我没有看过你的视角，欸，如果有看过的话，但我觉得，哎呦，我操！这什么东西？克雷伯，哦干！我觉得你这把要吃鸡了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感觉很多顶尖的玩克雷伯都很猛。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来吧，我拉你下来玩一下吧。没人在这里吗？应该没有吧？走。你看这边没收过，应该是没有吧？哇，好肥哦！リングは一分間は閉じないね。スコーンが焼けそうだ。干，就比如你，就我觉得真的，这时候你像你，这时候你这种，都已经打到剩六队了，然后干，很轻松的打，欸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应该很紧张。下面有一个人，左边下面。我去搜一下。好黑哦，这里，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，啊？哇，这个没有什么啊，跑了，来啦！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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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干，这么准啊！你这有去那个靶场练过，啊？嗯，经验也是算经验，就是你玩多了，你就知道要抬多少。刚不是有蓝甲吗？啊，对，